我心中有座罗盘，打破时区，从古老的昨天指向未来。我不会和你说，要花多少时间，音符才能化成旋律。我不会和你说，音乐的结构或人生的本质，只有乐音悠扬。闭眼，侧耳，倾听，眼前越是漆黑，越能清晰定位自己。世界逐渐歪斜，在摆荡中寻回重心。琴声会带领我朝无所畏惧的未来前进。